可以肆意的糟蹋薛德金吗？来，走一个，就你懂我。哎，还有我呢。来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四八三平啊？怎么了呀？谁欺负你了？该不会珍贵出夜美了吧？切，你以为？不过都差不多。真的？那这男的是谁呀？我不是交了一男朋友吗？刚刚你给我发微信的时候，我俩在看电影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要先走了，他就送我到门口。可谁知道，谁知道他要亲我，说这才认识三个月，他就要剥夺我的初吻，太可耻了。欧阳，你说他三个月都没亲过你啊？怎么了？我倒怀疑他有问题了，能忍三个月？你以为都是你啊？嗯，早上认识，中午吃饭，晚上滚床单，天亮分手，那也不能三个月都不亲你啊。就是，你姐夫当初也没那么老实。我说傻丫头，你都24了，还是黄花大闺女呢？现在谁把这初吻当回事儿啊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人家要亲你，你怎么着啦？坚决不同意啊，果断分手。啊！你们笑什么呀？我跟他本来也不大合适，我要找的是天蝎座 A 型血。欧阳，你活得也太悲催了吧！买东西看图片，找男朋友看星座，你完全活在虚拟的生活里啊！男人是有血有肉的，你不亲手去触碰，你永远也体会不到。改明姐给你发几个啊！用不着，别老跟我来劲，我这次来是为了庆祝玲玲的。说的对，今天呢是我崔玲玲感情世界发表独立宣言的日子，咱就约法三章啊。第一，此前的事儿就翻篇了，从今不再跟任何男人有感情上的纠葛。第二，我也绝对不会因此喜欢女人。第三呢，有什么帅哥型男想追我的，尽管来，但是想谈恋爱想结婚的，请参照第一条。来，走一个，走一个。怎么了，兰姐？我看你们一个个都活得这么精彩，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。我啊，老人家只能跟邓国强在一起过日子了。姐夫多好呀，靠谱男人，我要是遇上这样的，我绝对知足了。你喜欢发给你啊？那姐夫可高兴了，换了个年轻的。去，你还当真啊？其实啊，我跟玲玲是一样的，就交过那么一个，然后稀里糊涂就结婚了。那个时候哪知道什么是爱情啊？结了婚，尤其是有了瑶瑶以后，每天上班下班做饭，哎呦，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保姆加厨子。可就这样，我的婆婆还是挑三拣四的。这邓国强呢？他更是三棒子打不出一个屁来，每天开车回到家里，说不上两句话，倒头就睡了，一点沟通都没有。哎，我又不是动物，总要有一些精神世界吧。你这不是想学我吧？我跟你说，咱俩可不一样，我这是遇上负心汉了。我巴不得他现在变成负心汉呢。姐，要不要我帮姐夫变成负心汉啊？那你要不要我泼在你脸上给你见见温呀？去，好了，别闹了。才说说你吧，你之前那老男人怎么样了？那都是过客，拿来消费消费的。他那么老，我怎么对他动真心啊？再说了，后来我发现他根本就没有什么钱。能把我收了的男人呢，一定是有钱有型有气场，三位一体。好，就冲你三位一体，干了！来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干干！别跟着我！不客气，你这自杀可以啊，谋杀可就另当别论了。呜呜呜！告诉你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真是人生无处不相逢啊！我还以为得下辈子才能再见着你呢。哎，那天你往哪边拐的呀？还是说火车停用了？怎么意思？怕你出事儿是不是？你给我买巨额保险了？是想买，我也不知道你叫什么，身份证号也没有，咱留一个吧。
崔玲玲，身份证号码5110。五个幺，哎，我这数学不太好，1101年生的，您赶上千年老妖了。要真是这样，我就第一个把你带走。那别等着了，就现在就把我收了得了。这扫大街的都睡了。我这是环保，你可以循环使用。就跟这纸似的，这扔地上了还能捡起来擦擦脸。这么靓丽一姑娘，怎么随便乱扔纸巾纸，多影响形象。那就是不环保了，不环保没法带你走。就这么走了？赏你的。隔音，那然后呢？真的不隔音，哎，就他在客厅里走动吧，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的。你说我们还怎么，我们还怎么那什么呀？那怎么办啊？忍着呗。什么忍着？回家看片学习去。聊什么聊那么私密啊？还看片学习呢？你知道吗，玲玲？刚兰姐说，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，她也扛不住了，也要离婚呢。哎，也就那么一说。不过啊，我要重新想办法找找感觉才是真的。那就先喝酒，再找感觉。来，先找。来，干杯！漂亮，我跟你姐夫能够有 N 多爱，可以重来。干杯！那祝我早日找到一个天蝎座 A 型血属猪土命的真命天子。那祝我下一个男人就是那个有钱有型有气场三位一体的终极目标，我就跟这个人有钱终成眷属。祝我永远不受感情困扰，远离爱情，珍爱生命，拒绝伤害。好，来，心想事成。心想事成。来来了。来来来来了来了来了。看什么呀，接着聊啊。刚才不是聊得挺高兴的吗？怎么都不说话了呀？哟，崔总监，今儿这墨镜挺好看的，什么牌子呀？你要是喜欢啊，赶明儿送你一个。不必了。不就想看看我眼睛肿不肿吗？喜糖给大家分了吧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你结婚的时候我们都吃过了，挺好吃的啊。这是离婚的，味道不一样的。